观众朋友你好，啊，真歹势啦吼，顶两礼拜拢请假，今仔日是这个29小年夜啊，明仔载都要过年啊啦吼，所以先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呢说声新年快乐啊，唔忘讲吼，好事来，歹事去啦吼。这旧的一年呢，有一些不愉快的、不顺利的呢，就让它抛在脑后。希望新的一年呢，事业啊顺利，吼啊健康，啊搁刷得来吼，家庭也在和谐。讲到家庭哦，我们很难去选择我们的家庭成员。然后呢，现在又有少子化的这个情形，所以虽然说这两天呢，应该很多人都要回家打扫啦，等着要吃年夜饭。可是还是有很多很多人因为工作，因为去念书，因为其他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说家庭聚在一起啊，甚至齁有家也不一定说人家希望你回来或是你希望回去。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整个社会的疏离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咱今日小年夜来讲一个不同款的啦齁，什么呢？现在有一种新的形式，包括民间在推动，包括政府也在推动，叫做什么呢？青营共居，少年人甲四大人啦吼，甲老伙仔吼做阵住。那或许呢，大家是说啊，我可以省一点点房租，但是呢，在这个疏离孤单的社会当中呢，让年轻人跟年长者一起住，让年长者感受到青春的活力，让年轻人呢可以得到长辈们他们生活的一些智慧。另外一个呢，其实弱势在社会当中呢，会遇到很大很大的问题，特别是要租个房子，譬如说身心障碍的啦，或者是说老人家哦，孤单一个人啦，你要去睡处进京就难就难。在台湾，特别是在嘉义呢，有一间公寓是非常重要的，已经经营了40几年，它专门提供给这些社会比较弱势、比较边缘，在经济上没有办法负担那么高额房租。这些人呢，共组了一个第二个家庭，就在嘉义市。今天我们来谈谈新的居住形态，不是跟你的原生家人住在一起，而是可以透过选择性组成第二个家，共居的形态，很可能可以改变家庭的定义，改变对抗所谓的孤老死社会的形成。先来介绍今天四位对台湾呢都是很有贡献的这些来宾。首先欢迎是我刚刚谈到在嘉义专门提供这些社会弱势第二个家芳村公寓的房东李庆仁，李大哥你好。大家好，非常感谢李大哥。等一下我们会完整来看看芳村公寓的故事了哈。第二个来宾呢，其实他也必须要特别介绍，他是妥瑞症，他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那妥瑞症呢，会不自主的发出一些声响。不自主的呢，会有一些动作，旋转啦、啊、摇头啦、啊、晃脑啦、啊、这些动作。那社会是说，啊，你是在冲啥？所以会有很多的误解，甚至会有很多的歧视。他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霸凌。可是呢，他当走过这一段日子之后呢，他自己组成了一个叫台湾妥瑞人的这样的一个协会，自己来当理事长，希望让社会知道什么是妥瑞症。不理狗，咱今天不会讲妥瑞症啦吼。他主要是参加了一个叫做“青营共居计划”，我们来谈谈他怎么样跟年长者、跟喜大人，哎，喜大人刚没进京就不凉没啦吼。他真的跟老人家住是一个快乐的经验吗？我们来欢迎是跟年长者共居的青年，也是台湾妥瑞人协会的理事长曾博颖。博颖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哎，博颖你现在几岁？我现在27岁。哎，所以妥瑞症主要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会比较严重，是是的。随着年纪大，其实就慢慢缓解，会越来越平稳，这样子症状越来越和缓。青春期那段日子应该很不好过，对，很难熬。倒不是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而是别人异样的眼光。是的，是的。我们等一下再谈谈。不过回到主题，跟四大人住就啰嗦的。其实有时阵会感觉就啰嗦啦，但是有时候是蛮愉快的啦，因为我可以就像主持人刚刚一开始讲，是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智慧。生活靠智慧啦吼。对啊，但是智慧安尼就不念的嘛，是就烦的。但我再请教，不过这个应该是误解了哈。不过我们再介绍，这是少年人哈，但是今天来做一个老人家的代表，我们欢迎是知名的作家吴建宇，建宇姐。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拍戏啦吼，点点拢叫你来做银发族的代表，你今麦头发都还没白啊，对不？哎，拢唱得来。对啦，哎，你敢捌想过讲，哎，咱
去年的时候，老公初二回娘家嘛吼，啊，今年咱也讲一个特别的，对啊，很好。啊，你有新妇嘛吼？有啊有啊。啊，你敢有想讲以后甲一个迄个陌生人，陌生的年轻人到做伙？我常常想讲，你要甲新妇做阵，我想讲唔咩唔咩，新妇要放他自由，不是我不要，而是说要放他们自由。哦。啊，所以你先问我要不要跟陌生的男人住是吧？不一定要男，不一定要从小鲜肉来想啊。当然可以啊，我也在考虑，如果必要的时候，独居真的是很大的挑战。美国做了一个调查研究，32%的独居人，32%他们比较的out， 就是有32%容易 out 啦。啊，老公较侪人做阵嘻嘻哈哈，活较久啦。我觉得都可能都有一些那个。既定的观点，然后可能是偏见啊，说大家觉得老人家就不良啦，老人就过嘴的，你看，就是跟过嘴啊，大家有讲过啊，少年人就差，三更半夜有困过来啊，拍 game 嘛，你哗哗悠悠叫，啊，你哪个少年的大，你也感觉伤差袂？我只要耳塞戴着哦就好了嘛。而且我看到一个报道哦，拍谁哦，你秀蛋再出来哈，有个报道他说，让一群年纪大的人去跟年轻人住，哦。半年左右，他们就生命这样很活跃啊。但有一群人是去跟年长人，本来行动不便的，就跑去夜店了。哎，跳来跳去，扑来扑去啊！哦，活泼了，那么厉害啊！哎，但是如果年长人又跟年长的在一起，那真的就真的是暮气沉沉的了。哎，对对对对。不，我们等一下会好好来谈一下轻盈共居在台湾是不是真的有实现的可能性。可是谈到轻盈共居，就非得找这个九楼共生公寓的共同创办人柯柏林。柏林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九楼主要就是先推动一群年轻人，彼此不认识的年轻人啊，因为台北市房价实在太贵了，啊，不然共同来睡一间厝，啊，甲创下呢就舒适耶。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公共空间，然后呢，虽然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独立的，但是还可以共同生活。啊，九楼到底是在做什么？九楼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整个台北其实很多的老旧公寓啊，根据都发局的数据，大概有6万户，对，然后有3万户以上是30年的这种老房子，阿龙伯朗多啊，就是我们常看到大安、中正、文山那些，就是3、4楼的这种公寓啊，那其实很多长辈他其实楼梯可能也没有办法走了，他就开始去市郊放了一个电梯大楼，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家里有几个小孩，就买几间房子，可是。小孩可能移民的移民啊，然后在外面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啊，这些房子就放在市区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既然有这么多的空房，那是不是能够跟这些屋主有一个合作的机会？就像博颖也是，就是原本跟博颖一起住的，我们叫雀阿姨，那她就是小孩都移民，然后在外面，然后家里原本是一个5房的房子，然后现在只剩她，所以剩下4个房间，她就请我们去找一些有趣的室友来跟她住在一起，这样。哦，那你就找到博颖这个有趣的大咖室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你们一开始是主要是让年轻人一起住，那现在去推这个叫做轻盈共居的计划，就在三峡这个地方。对，目前是跟新北市政府合作，那我们在7、8月的时候有办。一些体验营，也在想说，哎，看到日本啊，看到德国，看到荷兰、芬兰都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轻盈共居的一些形态。那我们就想说，哎，怎么样子让轻盈共居如果在台湾可以落地的话，要怎么做？那我们就办了一个体验。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在进行第二阶段，就是6个月的 long stay。不会有冲突吗？老人家说，哇，这差啊！马健啊，你不要一直想我们很差。你是我是讲笑脸，你很差。哦，是笑脸的差。老一些，看看爱娘。我想问的是说，像我这样有没有资格？所以我代表长者嘛，好不好？英法的，英法说，我看我可不可以有资格去，好不好？他看他用什么条件来问我、啊？你收入相关啊，有排富吗？对，如果是社会住宅的话，就会有根据社会住宅的规定啊，这样子就是要在北北基桃没有房产，这样没有房产，对 ，OK， 就是你没有自用住宅嘛，哈，对，啊，收入可能要在一定的比例之下，是，根据社会住宅的规定，包租婆婆的，但是你可以把房子。那个不是捐出来了哈，拿出来也许可以变成是另外一种共居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当房东，然后再来找博颖，你来看博颖没跟你躲我了哈。没了。这个是轻盈共居的部分，我们来谈一谈。其实有时候当房东哈会有一个心态，
啊，我做甲你这也无头路，啊，身心障碍，啊，佮单亲，啊，去刷十足济，买卖做，我要做会较单纯诶。很多房东会有这种心态。会惊啦，会惊。啊，但是你想，如果你是单亲的妈妈，单亲的爸爸，如果你没有固定的工作，如果你是身心障碍，甚至你是精神障碍，是，你也要住嘛？对，这边也不租给你，那边也不租给你，你怎么办？有些人就只好被迫沦落街头，对，当街友。这个时候呢，有一种新的，其实也不算新了哈，在台湾，在嘉义已经40年了，芳村公寓呢，特别提供，虽然小，但是很温暖，这样的一个居住空间。一个月房租多少呢？2200块，包括水费，好便宜。电另外算了，但是他们用的电也很少很少，2200够便宜吧？那我如果还缴不出来，你不是又把我赶走吗？不敢，你有100块，你拿100块；你有500块，你拿500块。啊，你甚至那连100块拢无啊，你爱食饭嘛吼？讲哎，厝头家啊，无会使100块先累一下，我来买一个便当的。他也是常常不但拿不到房租，还要常常借钱给房客。我们来看看芳村公寓在嘉义的故事，40年来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嘉义市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中正路儿童商圈，但一个特殊的角落隐藏在闹区的后巷，一群极弱势的人住在这里，彼此温暖。建筑物正门是房东李庆仁家族经营61年的塑胶部门室，有140平的地坪，往里面走就是出租给弱势的芳村公寓。两侧的木造房子，每个房间2平大。20多年来，房东每天巡房2-3次，看看房客们有没有状况和需求。好啊，你在困呢？我在困。啊，你无去做工课？是啊，我都很爽快啊。谁啊？你谁啊？人不爽快啊？人是不爽快。嘿。啊，就是啊，吼，老啊。老啊！你都话老，你都50几岁，你话老。又聋又哑的李先生70岁了，房东提醒他，领补助款的日子快到了。31，31。这个，因拢有受到政府的照顾，统计的是讲老人年金的给付哈，有3000多块。但是你若是讲生活较无好诶，那个他还有一些中低收入户的补助7000多块。啊，来我家住还算可以啦，但是当然老政府完全要照顾这些老人，还是有他的难度啦。这里每个月租金2200，20多年没涨价，也有人10多年缴不出房租，房东继续收容着。再往里走，盖成3层楼，70岁的住户林阿嬷和2岁孙子及老伴一起住在2楼。连妈妈没有照顾，这是得干嘛的啊？阿公心脏不舒服，痛风严重，刚看病回来。阿嬷以前住殡仪馆，捡拾祭品为生。后来在公园碰到当游民的阿公，一起卖青草茶，相依为命。环境还是咱的命运啦，系咱人的命运。我改环境改，我有福报。住户陈小姐38岁，是里面最年轻的住户，重度忧郁症，没有家人，没有工作，社会局介绍她来这里住。就会说，就会欺负你呀、啊，就会觉得你有精神病，就会想要欺负你这样子、啊。他和80岁的肖爷爷经常聊天，也会帮爷爷到巷子口买点心。肖爷爷买坏了、哦，谢谢你，啊，谢谢。他们不是家人，但是跟家人一样。我家主席在跟我弄做骨啊，但是我都每天就这么修补，但是还可以用，都还可以用，所以讲我就尽量用俗的技巧来做这老人。哎，安尼我是感觉讲对社会还是有一点贡献呐。热闹的商圈，这样的角落，没有家人来探望，感伤却不孤单。每一年房东和房客一起吃年夜饭，这里就是他们第二个家。记者综合报道。
有时候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所以比较常会接触到这种社会弱势的新闻。我觉得体会就深的讲吼，我感觉迄个社会弱势反而比较能够体谅别人，反而比较大方，反而比较慷慨，反而比较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有时候你自己因为生活较好过，就是话你讲，那啊，你自己要这样唔偷谈啊，就比较会用那种高的姿态去看别人。啊，但是我想想诶，李大哥，我看起来你都唔是房东，你根本就是社公司啊，是长照的照护员呐，你根本就是爱照顾这四十几个社会弱势者啊嘛。是啦，咱看这些人吼，真正是真可怜呐。伊要来我这住的时，要去人租厝拢。大位都碰壁啦，上要租伊啊，无人要租伊啊，对啊，啊去厦门足侪位的呢，甚至我伫我遐住有从台北过来的、台中过来的、高雄过来的，啊我敢问啊，刚刚那一位爷爷，他就是说从台北过来，我问讲你来台北租就好，啊拢无人要租我呢，而且租金又那么贵，那怎么租？哎呀，啊我遐2000多块，他只有领一个老人年金3000多块。然后伊即嘛是安尼，逐工拢去食迄落免钱的呢。他租的给我的2000多块的租金以外，伊存千几块免他生活，拢嘛去食迄款属于那个基金会。我们家有那个基金会，是吃饭是不用钱的，要去那边吃饭呢。是是。所以讲起来是真可怜。我是听阮董叔讲，你唔拿讲收无厝税，你阁还借钱互因过日子。哦，因为因有当时啊厝税唔是讲一届就会当摕2000多块来。就拿出来，伊是安那，伊是啊，无我今仔是500块吼，啊我先甲你拿一个，啊我后礼拜，啊我若有够有钱，啊我就阁加减啊甲你拿，啊有当时啊，这礼拜伊甲你拿500块，下个礼拜伊真正无倒拿吧，甚至都腹肚枵，伊阁甲你借倒转去，伊讲啊我着500块吼，我顶礼拜。500块啦，啊无较麻烦，你去得500块，你阁还我，啊我互我阁会当生活，啊我后礼拜我若趁有诶时阵，我阁较侪还你安尼啦。啊，你会甲伊挂未？哈，诶，只要伊卖收过分，真正真艰苦诶。哦，咱若看伊讲，真正艰苦，毋是讲你有钱啊，摕去食薰，去买迄个彩券。哦，迄都袂使啊！吼，啊，敢若要食薰买彩券袂使，是真正连食饭都困难啊，因为咱。芳村公寓给他是住的啊，让他住的安心嘛。但是伊连食饭都无的时阵，咱当然是看袂过啦。咱嘛是爱加减啊，讲好，我就拿一点钱给你去吃饭。芳村公寓是恁爸爸叫做李芳村，嘿，用伊的名啊。恁爸爸在遐起这间公寓，嘿是。啊，再做好遮，咱来看一下芳村的介绍哈。有家的温暖哦，重点啊，嘉义车头边啊。嘉义是最热闹、最繁华的精华地。叔叔，那恁厝是我的啦吼，我一个月上少我要甲你赚30万的厝税。哇！有我叫无过分嘛？我有140平嘛。哦，阮厝140平是真大间嘛。嗯，无赚30万无大间，可能怪倒塌啦吼。在哪里呢？嘉义市西区民生北路最热闹、最繁华，就在火车站旁边那个地方。从民国61年开始，就是李芳春先生，您爸爸吼，迄阵啊是主要讲嘉义县，足侪人来嘉义市拍拼吃头路，无厝通住，啊无租因，俗俗啊租就好啦吼，打得平就好了。啊，路尾越来越多经济弱势、身心障碍的，刚我们也看到有精神障碍的、有单亲的，甚至有街友、游民的这些呢，然后改租给经济弱势，我这钱一个月挂水钱啦吼，顶另外啦吼。2200块，20年唔捌起过。啊，你若有困难，无500嘛好啦，100嘛好啦吼。啊，会使分期的啦吼。啊，正经无在调，会使甲厝头家借钱去食饭啦吼。但是袂使摕去博缴哦。哦是。哦，啊，42间木造隔间。那我第一个想说，啊，你危险，没这公安的问题。对。这个嘉义市消防局都定期去给你们检验。有。啊，到足侪迄个所谓的感应器。阮家有。火灾警报器，吼啊，就是照明灯啊，够做侪机的消防，就是灭火器，就是灭火器。然后我的前后都有楼梯逃生门，我们都非常符合这个案件。袂使用大粒的电嘛，吼。哦，袂使，我若是讲有电热的部分，我都不爱用嘛。加速嘛，袂使。嘿，袂使咯，加速绝对袂使。哎，较大粒电锅，我就讲你莫用，因为阮家吼。
闹区嘛，你要出去要食物件足方便的嘛。内底要煮简单，用一个小电锅咱来煮，因为都是一个人，好、okay. 我都可以用。但是伊若要用较重电的物件，我们都尽量不要，因为我拢是木板隔间、啊、所以讲咱为着安全，公共安全很重要。啊，消防局有去甲恁查过无？有咯有咯。哦，好，来看看，房东服务了，每天要巡房两三次，不是讲看你内底有咧为非作歹啦吼。看讲迄唔是人有好好无啦？嘿，啊，拢租老火啊。对对，那两三天，然后两天啦，无看到伊人，我就去紧张啊。我都敲门，敲门看有没有在里面。住恁遐可能家庭可能也不是有那么强的功能的啦吼。啊，那蛮不利啦吼，而且新家里头卖公仔啦吼。那发生什么意外？嘿，是，你过来甲处理伊的生活事。哦，当然爱，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讲。有当时啊，伫我房间内底倒去，我都发现到的时阵，较紧的咱就是爱哦。你若像讲无家属，我就要请社会处那边哦，赶快里长那边来处理啦。嗯嗯、啊，若像讲有家属，我较紧来通知家属。嗯，啊，就是都会遇到，一年都遇到了两三次啊。拢加减啊，毕竟人老啊，他的突发性状况特别多。啊，等下咱过来好好讲这个房客互助啦吼，像顶一阵啊，恁才拄啊食买个尔嘛吼，是啊，可能个马仔都爱食年夜饭啦吼，啊，都是大家无登去厝的，啊，就在这里这个家团圆了啦吼，要围炉了吼，房客互助，等一下我们再谈，我要先请教你一下，是啊，是啊，那要做这个啊，无趁钱，啊，佫爱损失遮侪心神精力的这个工作，为什么？这是四十年呢？对，因为。我一开始做老人，可以说是从二十年前开始，哈，嘛不是讲四十单我拢做这個，但是我二十单接我爸爸的这个芳村公益之后，我那我咧运动嘛，我去公园都是老是看到一些啊，那拢干那一点棉被啊，看底迄个楼梯底下底下咧困诶，我看到真可怜。啊，我是讲那一些人如果说真的没办法住的话，你哪来阮兜住？哦，啊无嘛。同无嘛，免讲寒天寒死死安尼遐艰苦啦。那个时候我是安尼想啦，啊，刚好我也有那个房间啦。啊，当时我二十当前就是以2000块在租人家，啊，一直都没有涨价。我是讲伊奶奶大，我嘛考虑到他们的经济状态，他们只能最多也能够缴2200，其他还有一点钱去吃饭啦。啊，所以我就是讲，既然我都有房间，我就是安尼甲你租你啦。嘿，啊，当然。来讲，我一直无起价，是讲我目前还可以打平啦。我唔敢讲会赚钱，但是我再打可以打平之下，我都未去甲即个房客起价。所以其实你这未使讲副业啦，吼，这是算置业啦。啊，你家己的本业就是迄个进出口即个塑胶，嘿，塑胶。所以你是靠迄来饲你一家人的那个温饱。哦，对。啊，这个算是你在完成你爸爸四十年前的志愿，这样子。对对，可以这么讲。啊，希望你的儿子接下来要接棒下去。希望他能够接了。啊，因为我的囡仔，我有两个囡仔，两个实在讲啊，拢是靠家己啊嘛。他都有个人的事业嘛，所以讲我嘛，只要我食饱就好啊。所以讲咱就无要紧。哎啊，小孩子希望他以后能够接，那我不强迫他啦。是，因为我知道讲做这吼，唔是讲。讲干啦，出烂了，真的对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重，因为你也不惜去看面对那些老人，他生老病死都会去遇到。你就已经跟他建立好几年的感情，虽然他欠了很久的房租，说走他就走了，心里也是很不舍，很难过。对啊，我内底有一挂可怜的代志。吴老师，你安怎看这个代志？我感觉你的心可以借我们摸一下吗？是不是很软？你要讲打呼？不是啦，是不是很心软的人，很有爱心？所以你爸爸是不是在你小时候曾经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他们家父子可以做到这样。通常第一代法官，第二代就不爱接啊。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啊？还是你天天看你爸爸，你就看你爸爸那样做？感同身受啦，真正是安尼，因为看到老人安尼，咱也做唔甘的。因为我较早嘛，拢甲阮阿公阿妈住做伙啊，含老人住做伙，感觉。老人都含有一个亲切感，那侬我都袂惊老人。有的人讲老人怪怪啊，怪怪啦，怪脾气啊，我都不觉得这样子。啊，所以说我跟那些房客、那些长辈住做伙哦，我感觉足快乐的。哇，咱等下再来讲所谓的弱势互助了哈。但是既然那个李大哥谈到讲，你足介意跟老大人住吼，咱来请教一下博颖啦吼。你也正经足介意跟老大人住吗？我觉得某个程度真的跟。
长辈一起住是快乐的，是愉快的。嗯哼，因为他们真的有时候会真的会叮咛你很多生活上的很多你真的注意不到的细节。我一个刮个被洗啊，你刚才穿一个吊嘎啊，你啊，我觉得是看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看你去怎么样去思考他这番话到底是唠叨啊，还是他真的是对你是一种关心？贫困啊啦，贫困啊啦，买个拍电动啊啦。我虽然是阿妈，但是你不是阮孙啊，我已经跟你讲几句好不好？可能大概是这样子，会讲你了哈。你跟你的那个是你的房东是不是？对，那个是房东啊，他多大？对，他大概65岁左右。65岁，65，那也不能算老啦，65岁算剩少年的啦哈，哎，就不念的呗。不念是什么意思？不念，唠叨杂念，唠叨杂念。你每次灯都不关啊，这个地上弄得脏兮兮。不会，但是就是会一直话夹子，就是关不起来。如果你真的就是他会煮饭，期末饭给他煮饭给我们吃，会煮饭给我们房客吃。然后我们一起吃的时候，他会一直他会一直跟我们聊天。然后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喊卡，因为卡不了，切不断那个话题。明明一直明天考试都还没准备，对，然后但是他会一直想跟你聊天，就是我会感受到他也需要陪伴。对。啊，其实说实在的吼，迄是咱即马有时大人吼，咱感觉不念。啊，那等下有一天若无时大人，你也就怀念讲啊，那有一个人咧边啊，你不念，迄是偌幸福的啦吼。对，我们来看看现在包括台北市跟新北市，台北市呢是文化大学，讲啊现在吼，你恭喜台北到阳明山吼，要租房子很贵，啊阳明山那边有老人公寓，那可不可以有一个做法呢？我让文化大学的学生呢，也不是说每天都要照顾哦。一个月也许20个小时来帮忙照顾这些长辈们，然后用很便宜的房租呢租给文化大学的学生。新北市呢在三峡也有一个轻盈共居的计划，就是让年轻人，讲是说年轻人照顾老人家了哈，我觉得是老人家照顾年轻人的成分居多了哈。轻盈共居现在要推出来，包括新北市，包括台北市，打算要用一个新的形态，让所谓的共居改变现在社会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孤单的这个命运。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办理的轻盈共居计划，选择阳明老人公寓试办，文化大学就在公寓旁边。16位文大生来申请，争取8个床位。录取的8位同学抽了房后，过完年一开学就可以住进来。阿公好，阿妈好，阿妈吃饱未？阿公吃饭哦。运动哦，要这样子，嘴巴甜一点，要问候。恭喜！老人公寓提供4间套房给8位学生居住，套房整洁幽静，每个月租金3000元，比学校宿舍便宜。但是入住有条件，每个月必须提供20小时的公共服务点数，陪长辈聊天、购物、教阿公阿妈上网、用脸书、协助3C 操作，都计入服务点数。中文系4年级黄仁和遇见102岁爷爷，马上聊了起来。我们做年轻啊，不要怕苦，年轻，所以少笑不努力的老大平辈他一定要记住啊，记住。我们只要适时的回应爷爷奶奶他们的人生经验，然后不要脸上表现的不耐烦，然后让他们大吐苦水。社福系4年级的刘丽君也想来验证所学。奶奶好，我是新的邻居，对，我会住在4楼。对，你要喝水吗？要放进去吗？去。刘丽君毕业后希望从事长照相关工作，对于和长辈相处她很有一套。开始还是要先看跟她的那个关系怎么样，然后知道她的喜好是什么，然后就往她喜欢的事物去聊。比方说像可能刚才的奶奶她喜欢唱歌的话，那我就是往她的歌曲的方面去跟她聊天这样。不止台北市，新北市也在三峡社会住宅试办轻盈共居体验营，反应热烈。租金每个月3500到4500元，将试办半年。这样的共居形态，学生得到好的、便宜的居住环境，老人家更开心，有人陪伴。记者综合报道。
不过这真正爱看个性，啊，像我这这孤单的吼，我实在，我可不可以不要早上再唱歌啦吼？啊，结果你很晚睡呢，啊，然后人家老奶奶呢已经说，我已经很早七点就要睡了，结果你到十一点还吵得要死了吼。但是如果相互包容的话，搞不好呢，这套所谓的亲盈共居的形态可以蹦出很多很多新的火花。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台北市阳明老人公寓，它就是原本就是老人公寓了哈，就是说它其实也不限哦，你就是台北市，然后你想申请就申请，但它房租一个月好像是一万多块了哈，啊，本来就有老人公寓，它现在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少年的礼拜多少文化大学学生进来住了哈，利用新的社会福利的模式解决老人照顾的问题，让社会走向世代融合，不要老的只跟老的住，那会越来越老。老的跟年轻住就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台北市社会局主办，然后阳明老人公寓跟文化大学一起来主办。现在呢，其实量很少了哈，只要录取八个，所以很多人要抢了哈。先住四个月，好的话再签一年。其他地区呢，如果这个模式做得好，也会再推广。那主要是在文化大学旁边这个阳明老人公寓四间四办了哈。少年的来住，两个人住一间，其实迄概括哦，不是讲就位了哈。那一个人付多少？3000块，阳明山，然后3000块其实算真的蛮便宜。可是不是说你随便就可以住哦，你住来之后呢，每个月至少要做20个小时的陪伴公共服务，像什么呢？聊天啦，啊，教他怎么上脸书啦，啊，怎么用所谓的 LINE 啦，啊，啊，打字要怎么不会打的时候怎么输入啦，啊，啊，手机出了问题怎么帮他解决啦，哦，啊，人家如果他煮东西，我有点怀疑年轻人教老人煮烹饪这件事啊，到底谁教谁啊？唱歌年轻人我觉得也不太会唱得赢老人家。购物，我看老人家购物也比较厉害了，但是网购年轻就是厉害了，要比价哦，下面虾皮啦，哦，上面露天啦，哦，这少年的也是个嘎啦，哈，桌游，那不是怕把球啦，哈，桌游啦，哈，阿拉把球可能爱老维亚嘎哦，山西产品等等的协助，这是台北市的模式啊。等一下要请教柏林，我们来看看新北市呢，也有一个叫做亲盈共居计划，在三峡，形式概念差不多，主要就是由酒楼来去主办的。第一期呢是从106年7月到8月，然后现在有第二期出现了，居住地呢就在台北大学附近，那租金呢其实也很便宜，如果是雅房的话3500，套房的话是4500块，然后呢申请资格呢就是说青年呢当然40岁以下了哈，40岁以上就不能叫青年了嘛哈，长辈当然要60岁以上，那这个平均每个月的所得不能超过48000。其实应该很多人符合啦，不是很多人赚那么多钱。那北北基没有自有住宅，所以吴老师就被剔除在外啦。涉及就学都要在新北市，如果你是台北市或是桃园怎么办呢？我要跟你签了一个约，我搬进去之后户籍要迁进来，不新北市说，我拿我的钱去补助你台北市，这样说不贵啦。我先请教一下柏林，这个三峡的青云共居计划目前走的情形怎么样？目前我们现在是在第二期的 long stay， 然后我们已经开始举办一个就是所谓的小团圆，先让大家，我们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先要让这些所谓的长辈跟年轻人住在一起有一个共识，然后再到第二个是共享，就是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不论是习惯啊，或者是一些空间彼此是共享的啊，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共创，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出去啊，然后一起去打造自己家里的，例如自己的围牙，然后自己的春酒，然后自己可以一起去野餐啊，出去玩啊，这样子。我们大概有分这三个阶段去带着他们。现在有走到共创那个阶段了吗？现在我们还在共识，因为他才刚搬进去而已。Okay， 对对对，共识嘛，哈，先共识，先住在一起，再来共享，彼此分享一些生活经验、生活方式，再来就是要一起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的了哈。我请教一下那个柏颖啊，哈，啊，你们跟你的房东有共创什么东西出来吗？我们有共创一些很奇怪的料理，就是我们有一起会一起煮东西吃啦，然后有时候会一起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陪伴，我觉得陪伴可以激出很多的火花。例如，可能我们可以聊到一些生活上，他可能今天他需要就是陪有人陪他去哪里
做办一些什么事情啊，那可能他可能自己一个人嘛，在台湾，那他可能就是去办事情的时候需要有人在车上帮他雇车，然后可能就陪着他，就是在他车上帮他雇车这样子，就一起去行动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哦，换个角度，我老是想到负面的东西，然后，啊，有时候你想想哦，在家里已经被爸爸妈妈念得头很痛了，啊，你搬到外面去，好不容易自由了，还要再跟一个长辈住，还要再让他念，你不会觉得生活上有一点点不那么自在吗？我觉得有时候是跟有时候有血缘关系跟没有血缘关系，有时候可能差很多，差很多，真的。卑鄙不良嘛，没有血缘你就接受度比较高一点啊，自己亲生父母说卖过脸嘛呢，会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某种程度也会，年轻人会比较会这样子啊，老人家也是。我解释一下，自己的小孩子念得很凶，对对对，啊，别人小孩子就很客气，是啊是啊。这是因为啊，对，虽然看你念念念念遐大汉啊嘛，我你咧想啥我拢知，你也乖乖听我的话。讲咧看册，拢咧拍电动。对对对，就自己如果有血缘关系的话，就会念得多啊，他就从小觉得你疼爱我，我骂你，你也不会怎样，所以会顶嘴，比较会习惯这样。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很高贵的女士，住在你共居的房子里面，能够维持形象的。对呀，嘿。我看那个菜你不要吃光哦，我还没有吃哦，我会比较礼貌，温柔而坚定的语气警告他这样子，应该是啊。是啊，那老灰啊爱跟少年大，老灰啊跟你大嘛，我不是老黑啊，不啦，假设你是老灰啊，好，为什么要跟年轻人住？有什么好处？第一个，谈话的东西就很 range 很宽嘛，可以聊的，可以请教的事情很多啊，好，对不对？他们懂得的，我不懂的啊。第一个嘛，对不对？第二个，我如果说，哎，我要去超市啊什么的，你们两个陪我去吧。好，我要采买啊什么的，没有壮丁怎么去啊？你们都会去吗？包小包。对对，会不会去？会。会不会去？会，你看都会啊。你进洞了吗？我就不会找他。就类似这种，还有时候心里底就无助嘞。那袂当家家己惊讲。唔能讲，唔能讲。啊，都会安怎？我咧讲，阮囝在看我这，啊，都无法度啊，要安怎？就跟房客讲，就跟我讲，真的。他不会去告密啦，他不会去跟我的孩子告密，嘿，可以比较心灵交流啦。啊，囝啊不好吼，无嘛，搁一个会使斗的啊。对对对，别人的囝就好用的。不，这个是这个一个新的，包括民间团体一直在做，而政府现在也开始在支持了哈。但是这是一个新的形态。不过换个角度来请教一下李大哥的工，某种形式你的厝卡嘛，跟那里的是大人同款啊。是是，那个互动是一个快乐愉快的过程吗？因为就刚刚大家讲的安尼，无啥物血缘关系的话哈，其实大家在沟通上还蛮简洁，很直接的啊，袂感觉讲安尼有所拘束。因为咱只是伊是咱的长辈是无唔对，但是伊希望伊要想的代志，甲咱想的代志，好像还没做伙久啊，咱拢是有办法去沟通啦。嗯哼，哎，啊有需要啥物件，我们都有办法去跟他解决。是，就讲伊要买物件，伊需要领钱，啥物咱拢尽量去含伊配合。嗯哼，都没有问题啦。啊，咱头拄仔讲吼，就我一开始有讲说，好像自己是弱势。就比较能够体谅别人遇到困难，艰苦人吼，较知影讲人拄着啥物艰苦啦。啊，你讲你即种好过，讲啊，你家己不爱去出力的呀，你家己爱为家己负责啦。只有艰苦过的人才知道说，命运其实不是百分之百自己可以掌握。在芳村公寓，房客们自己是怎么样去互助，成为第二个家？哦，因的生活的方式是安那。因为我遐租的吼，拢是老人较济，独就是单身哈，独居的啊。遐老人甲老人之间吼，因为因本身拢有遭遇过人生最悲惨的那一个黑暗，最黑暗的那个时期，所以讲已经了解讲，免怎互家己快乐啊，就是讲用同简单的方式互家己快乐。嗯哼，哦，这就是咱一般人做袂到的，他们很容易满足他自己，所以讲因就是讲。相互互助的是讲，看大家拢同情对方，伊嘛同情伊家己安尼。啊，阮所有老人甲老人做伙，只是讲互相讲过去啦，是啊，讲过去安尼啊，
只要有他有办啊啊，这间甲隔壁间安尼吼啊，加减啊公开讲讲话安尼，啊，因就是爱一工过一工，嘿，拢是用这个方式。啊，阮内底嘛有一挂少年啊，讲头段那个阿婉吼，他才38岁，伊就会向去甲这些老人帮伊买物件，帮伊领物件。哦，他们在少年囡仔，我真会样想哦。他认为老人家他的行动不方便，他就会帮他。哎，就是在公寓里面，大家都是互助啦。是，我是跟妈讲那一种气氛非常好。虽然内底少年的少，我都没有那一种活力啦。哎，对，没办法。但是吼，老人跟老人中间拢会当互相诉苦，啊，互相讲过去，啊，把那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抛在脑后。啊，有时候有一点钱，他也会买个东西来这边，大家呢，大概聚一聚，吃一吃，喝一喝。哎，我感觉因的生活吼蛮惬意的啦。卖讲像迄即卖少年，拢爱买迄个什么一袋啊，囝，迄鸡卵糕爱300块、400块，啊，咱来全年买一个迄个80块的，啊，大家食个欢喜到要死安尼。哦，伊讲一罐米酒。一点啊，土豆人伊，啊，搁欠两个海大人伊，就食安尼啊。某种形式吼，我不知道这样讲对博颖会不会不太好意思。我有看到一段你的报道，是有一次你坐高铁的时候，那你妥瑞症就开始发作，是。然后旁边就有2-3个年轻人说啊，这个吸毒啊，赶快叫报警察把他抓走。是你在旁边有一个座位，是有一个很好的，那他是药剂师。对对对，他说不要怕，你其实那个我知道你是妥瑞症，那其实呢不要理那些人的闲言闲语。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某种形式哈，苦过的人或是年纪长的这些人呢，比较知道说到底这件事是怎么了，对，到底他遇到什么困难的，啊，用比较包容的心，讲啊，不要紧。其实呢，这里就是你的家，你的第二个家。老人们跟年轻人住呢，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彼此共享他的长处的地方。另外一点呢，年轻人也不必然都要跟老人住了哈。年轻人跟年轻人住呢，也可以蹦出新的火花。譬如说呢，很多人呢来台北打拼念书，还要租嘛哈，你讲租俗的都好啊，无台北贵到要死啊哈，啊租个顶楼加盖，然后顶楼加盖买5-6千块以上啊，公安又有一些问题。可是现在九楼有一个新的模式，把一个房子呢包下来，然后呢重新把它规划装潢，有很大很棒的公共空间，当然比较小的自己的空间。年轻人彼此不认识，但是会经过一套机制的筛选，共同居住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呢共同彼此照顾，共同创造一些新的本来不存在的一些东西。我们来看看青年们透过共居的形式又可以改变什么样的都会生活。住在都市的黄金地段，享有各种资源的方便性，但房屋开销是个噩梦，能不能找到友善的室友也是个大问题。三个大男生想办法让年轻人用少少的租金租到舒适有趣的住所。这种年轻的活力在台北城区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可能租不起，然后可能在台北也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房子。整个台北市有6.7万的空屋，然后有55%是30年以上的这些老房子，那就放在那边吗？放在，其实这些空间都是可以拿来再被利用的一个闲置空间。29岁的柯柏林是共生公寓的创办人之一。在台北求学不顺利的租屋经验，让他萌生活化老公寓的想法。他们寻找台北市的老房子，简单重新装潢，不是改变成个别套房，而是强调打造公共空间，让背景多元的室友互相帮忙。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开读书会，一起整修房子，还能接待短租的国外背包客，一起分享生活。来自屏东的女孩 Zoe 非常享受共居的空间。我很向往那种丹麦那种共同住宅啊，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照顾，然后就是共同生活，可是又有各自的独立空间这样。为了挑选出最适合住在一起的一群人，想要住进来，要先透过履历申请初步筛选。就不希望都是同一类人，可能都是学生啊，都是上班族啊，都是自由工作者。那大家不同的族群住在一起，才能看到彼此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屋子里的公共空间可以出租办活动，或是供杂志社外拍，收入回馈给住户。对外地游子来说，房子虽然是租来的，但是租到了一个像家的地方。记者综合报道。柏林，你该想到要做这个共居新实验呐？为什么？因为就买不起台北的房子啊，只能租这样子。就在台北租房，其实是一个很阿杂的一件事情了。就在591划一划，看一看，然后去，然后屋主就会说：“哎，你在工作在做什么啊？什么学校毕业的？”然后讲完之后还不一定租给你。那这一套跟其他原本的租屋形式有什么不一样？就我们其实在做的是，我们常说你住到了不是只是一个房间，而是一个社群，是一个社区。就大家在里面其实是，就是真的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因为大家都是可能只身来到台北，他可能带着一段学业啊，带着一个事业啊，或是想来台北找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是有一个社群的一个概念，就是让大家其实是。我们在创造大家的一个舞台，因为在台北的话，如果你自己租，你可能就租一些小套房。小套房的话，你可能下班回家就回到家里面了，就直接到床上了，没有一个公共空间能够让你停留下来去跟大家去分享生活。每天回家就是用电脑啊、滑手机，这样很闷久了之后，其实也很容易有一些可能我们所谓的都市文明病、忧郁症啊这样子。是，对，所以透过大家这样共同生活，其实是。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室友，他可能如果他失业、他失恋，怎么样子在这样的一个社群里面被互相扶助，然后找到他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容易快一点找到新的对象。也有，我们也有住在里面，然后就在一起了。吴老师，我看你刚才就有兴趣了，就有兴趣呢，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听到一个讯息叫 “Kama”， 就大家共同共同一起饮食嘛，吃东西，对不对？交流嘛，还有关心嘛，就身心灵得到一个舒适的成长。也就是说，在都会里面的年轻人，有时候他去工作，有的是上学，回到屋子里就很沉闷嘛。对啊。但他有个共同的 comma 的一起的一些共识也好，共同交流也好，那个生命的火花就蹦出来啦。有一些共识啦。以前我们对就因为我较早读册嘛，拢讲睡处啦吼，食头毛拢嘛拢讲睡处。我们对公共空间原本的想象是脏乱，然后呢没有人管理，然后呢它不是属于我的空间，所以呢每次租屋呢大概都是说那个上班上得很累，念书念得很累，在学校之后呢回到自己住的地方门关起来，上网啊看电视啊，就是这是属于你自己隐私的空间。啊，公共空间就是乱啊，或是很小。但是现在酒楼想改变的是说，公共空间变得很大，属于每一个人的空间，每一个人反而只有睡觉是待在房间，平常时间就出来跟你的室友们去聊天、喝咖啡、讨论事情、一起念书、一起学习。我们来看看酒楼这一个创新想象，而且想要去实践理想的样貌到底是什么。2015年成立，用共享经济的概念呢来去做共享空间，空间也可以共享，不是说脚踏车共享而已了哈，空间也可以共享啊。共享之后，房租当然可以降一点点了哈。那空间设计呢，会让生活更有品质，然后不要说呢，只有把自己的住的地方呢当成睡觉的地方，它是你生活很重要的空间。运作模式呢？找台北市阿里的储坑一下，那些旁哼，然后在闲置呢，把它整理，然后把它弄得很干净，甚至重新装潢，然后呢再分租给其他的房客，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什么宁静公寓啦、社群公寓啦，大人这是大人还是大人的？这是35岁以上，35岁的大人啊，总之就是缴钱不想做事，怎么大人变成这样子？然后太忙了，太忙就不太想做其他的事情。这样，轻盈公寓等等，这轻盈公寓我们刚刚谈的，最少是要租一个月啊，最长呢可以6个月以上，租金呢很不一样，从3500到2万都有啊。电钱你们叫能源费，然后就是租电费，然后这如果没钱呢，也可以变成换宿的计划。主要呢，就是说房客希望第一个可以衔接这个人搬走，下一个人赶快搬进来啊，否则房租呢就是会变成要很大的一个花费。多元分享、沟通，这是三个很重要的要件。
然后未来呢是希望能够透过集中式的公寓来作为中心，然后旁边有分散式的公寓。我先请教，像出集中红请教屋主啊，对，房东啊，因为房东原本要出租房子，他就要花一些钱去装修去改造嘛。青菜欧北户户的都好啊，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比较懂年轻人想要住什么。屋主出钱让你来装潢。对对对对对。我爱开就多条的。不会，因为我们都是简装修、轻装修，所以就不会去动隔间，就维持房屋原本的一些样貌。所以柏林，你怎么样去说服那些房东愿意听你讲话，照你的意思做？愿意听我讲话，照，因为很多其实是他们的小孩子，其实看到我们，对，然后跟他们爸爸妈妈说，哎，我们在家里市中心的那个房子都放在那边，放在那边避癌啊、漏水啊，那倒不如把它整理整理出租，那就会找到我们这边，那我们就帮他去做一个共生公寓的设计，然后再代租代管，然后去筛选跟媒合室友这样。啊，你们从中间抽取很小比例来作为管理费？对，我们就是做收取管理费这样。所以房东只要每个月贴来贴来贴来就好了嘛，是不是？哇，账户每个月有房租进账就好了嘛，对不？而且我的房子又会变得朝气蓬勃，应该是说这个房子是有人在照顾的，因为不像传统的一般中介，他就可能没合到了，就你就收这个一个月，然后剩下的事情也都不管。可是像很多所谓的长辈的这种房东，就是他年纪越来越大，他也没有空去处理一些什么所谓热水的问题啊、马桶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生活琐事，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跟服务需要被满足。是，对，尤其像现在年轻人，就是像可能真的因为就要一直做功德嘛，一直加班嘛这样子，所以就甚至在台北，因为都要去等垃圾车，到垃圾车，然后就要去想办法去协调这一些事情，那也是我们的服务。不，这是比较基本的哈，这个层次就比较低一点，就是解决房东们的这些那个负担，或者是解决房客的负担。但是更高层次的这种共享空间、共享居住的形态，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改变了什么东西？其实我是把屋主其实变成社群的一份子，它其实也不是单纯的一个屋主而已。那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它例如房子交给我们，它其实是可以随时回来到这个公共空间里面去跟这些室友一些互动。像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请过阿姨，然后来教我们一起包粽子。现在年轻人哪知道什么南部粽、北部粽怎么做，然后还里面还要有咸鸭蛋。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也是帮这些长辈找到一个他们属于自己的一个舞台。他们反而说，哎，来这边教这些年轻朋友包包粽子啊，煮煮饭啊，反而是他人生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柏林，你当初怎么会想到参加柏林这个酒楼的计划？当初因为我自己的一些状况，我自己的妥瑞症这个状况嘛，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在台北租屋，就像柏林讲的一样，华华五九一啊，然后看一下。有可能也会被房东拒绝吧，然后也不知道我旁边的房客是住的是怎么样的房客。那我后来就发现，哎，酒楼这个机制它是会筛选房客的哦。那我就会觉得，就是心里有一个概念，会觉得说，那或许他们的房客是比较有 sense 的，或许包容度、接受度，对多元的接受度比较高，对也比较大，对，而且也来自。很多房客都来自各国啊，事实你有失望不？我蛮满意的，蛮满意的，对，很满意，而且就是在跟很就是我的现在就之前的一些房客，就是住在我附近的就是其他房间的，就是房客，我们还有保持良好的互动。共居是你第一次出外租房子的经验吗？是啊，有第二次的经验吗？租屋还没有，所以第一次感觉很美好。其实我之前在大学就有在外面租屋过的经验，但是就是不是这么的好的。差在哪里？差在哪里？差在旁边的人都不认识，而且你们就是各自回家之后就做自己的事情，而且他们并不像我的状况就比较特别，他们并不了解我的状况，也不想去了解，而且也不想去了解，而且有时候会觉得说你的症状就是很吵，你的症状就是会干扰到我，那他们。并不能够释出很大的比较多的包容或者了解，是对，是。那像
我住在酒楼里面，我们还一起会出去吃饭啊，一起相处这样子。OK， 那彼此有更多的交流。讲白一点，就是说一般的租屋形态呢，跟你住的呢，都只是陌生的室友而已。对，这种共居的形态呢，跟你住的呢，就是你的第二个家人。对，是。等于说彼此有 connection 啦，有连结啦，是，吼，干嘛讲心内底呐委屈啊，考试考不好势啊，被妈妈骂啦，来这边阿姨啊，啊都唔知安怎哦，对，他就帮你骂，你母啊，我跟你讲哦，啊，你俩跟你母啊讲袂出声吼，无我帮你卡电话，对，对不对？长辈彼此沟通也许比较好一点点了吼。可是那个李大哥，你怎么样看这样子一个共居的形态，在未来，因为毕竟看起来这还是在台北。靠苦灵啊！啊，恁家己，我家己吼，像这种难，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一点，因为第一，我就是说，少年的家己就是安尼吼，生少，少年的出去，老的一直凋零啦，所以说嘉义它的人口一直在老化，吼，啊，少年的一直拢无入来，啊，所以讲。即使少年人若要来住我遐的话，第一个他条件都很多都不符合，也不喜欢。第就是讲，我那种木板隔间，伊有诶就是拢爱暗困嘛。哦，老人都七八点都要困啊咧，都住较未下，哦，那就没有办法。然后我们那个叫做雅房，雅房的是讲卫浴都是公用的。哎呀，卫浴公用的话，哈，少年囡啊，哪个我哪靠钱呢？我不爱去住雅房啊，我要来住套房啊。我们想念做这一集哈，其实是想说，透过新的居住的形态，试着去改变现在人跟人之间越来越疏离，甚至越来越孤单的这个趋势。也希望透过新的尝试，让台湾的社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幸福。非常谢谢您的收看，新年快乐。嘉年华，2月15号周四，除夕晚间7:30，2018郭扎里野台语金曲演唱会。成语对对碰，这一群字里面只有一个成语是对的。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先生，他要不是仕途老马，就是老马仕途。龙哥，你撞什么？我明明看老当益壮啊！哎，一字千金带您领略中华文字之美。